行业，因为你文化按要其他的特色，希望呢，哎，你会很生意哦，多多加入。然后呢，当然是也摆一点啥，要点办，很生意。所以我想，我相信也对，也对，哎呀，你会规，规则的客家人哦，应该不要，青苔的一种影响力啦哈，我韩国当然也在那边上哈，好像各百年啊，依照十六世纪的那个天文学家的研究哈，一个个数以为数才珠黑啊，地球的中心嘛哈，它这种宇宙的中心，刚说呢，这个台湾拉黑宇宙的中心，汉港文化拉黑。地球的中心，甚至呢，无论是哪个宗教、哪个文化、哪个语言、哪个皮肤的颜色，也是哪个芯片，我相信，非常老版本最重要，是亚地球的中心。好，当然希望说，作品也是一种祝福。是一种祈祷，是一种爱的力量。我希望去呈现安尼个内容，加很美，真嘅有得到平时咧亲密的一种建立。我想我保持咧是一种平常心嘛。